享受啊，哇，然后花那么多钱买个还是电靠。哦，天气好冷，那再来开一下冷气好了。偷台中路的去吗？哇，啊，这好冷哦，来盖个被。真的好爽哦，开冷气打洞真的太爽了，还可以盖被。哦，打得好累哦，啊，去吃饭好了。人力资源管理就是告诉我们如何将工作者与工作环境做最有效的搭配。身处电脑网络时代，人力资源的运用更是不可忽视的课题。我没钱缴电费，好像被断电了，但是我还是要读书。这灯光好像不够亮哎。没钱缴水费，好像连水都被停了。五、六、七、八、九，才九块，好像还少一块。有了有了，五、六、七、八、九、十。可以买一个大波露巧克力吃。你不就是最近很红的风水师阿林斯吗？笑脸的来算卦哦，算卦这种东西看心意的啊，身上有多少钱拿出来啊。可是我没有钱。你没钱也敢跟人家算卦啊？好，算了算了，相逢就是缘分，我还是帮你算一卦。你是戊庚年出生的，命中属金，所谓五星相克，火克金。哎，你最近是不是时常骑机车啊？你怎么知道？哎，你最近是不是也时常开一些电器用品啊？你怎么知道？哎，这些都是易火之物啊，你靠近这些火之物靠近久了，就会克到你自己的命格啊。
我看你是富贵之相，可是却现在一脸衰样，就知道你已经做了错误的事情，耽误了自己的命格。那我要怎么办？既然这样，我还是择我自己的寿命，看一下天时，替你看一下解决方法。拜托了。我懂了，就是要远离这些异火之物，像机车，你骑机车就会被火伤身啊。所以能不骑机车就不骑机车。如果真的要骑机车，也是可以搭公车，让众人的命数帮你分担这个火力啊。让我想一想，尤其是电器用品，能少开就不要开。电器用品如火在你的上面，烧着你的命啊。每烧一分，你的财贵之命就少一劫啊！尤其是水，水生金，如果随便乱开水，就是把你自己的财源流掉。切记切记，要节省能源啊！我再替你算一卦，我帮你算了这四个字，你要谨记，就可以保身、保财、安民。哪四个字啊？听好，节能减碳，记清楚了吗？好，我们缘分就到这样，之后造化看个人，你走吧。谢谢阿林斯啊。骑车去买大波路啊。等一下，阿林斯说过，能不骑车就尽量不骑车。我还是用走的好了。一听，少年人，我看你面堂发黑，面有红线，你大劫在即啊！快听我，我帮你算一卦，不便宜，只要2000块就好了，马上就可以接你的凶劫啊！算一卦吧。走开啊，骗子！他这么奢华，就算再有财运也会被自己败光啊！可惜我救不了他了。最近都照着阿林斯的方法，短距离内尽量用步行的。哇，我怎么有那么多钱啊？一定是阿林斯的方法，让我省下了汽车的油钱，还有电费以及水费啊。怎么发不动？没有啊。我等下加油。竟然没钱了？怎么会？该不会上次那个骗子讲的话是真的吧？竟然要用这种方式读书啊！我已经有钱了，我去缴电费了。哇，终于有水了，那来洗个澡吧。我们这里臭不臭？其实。是啊，我们这样。到底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连灯都关了？怎么连水都被断了？
我们这样。啊、为什么撞我水电我店啊？你大声什么啦？你没有钱缴房租，没有钱缴水电，当然就该被断电啊！哈哈啊！我已经把它租给别人了啦，就是他，谢谢。念书念累，找女朋友吃个饭吧。哎、那就今天刚好有钱，那就请她吃西提吧。要是当初。我能够随手关灯，然后也不要随便乱浪费水，然后车子也能熄火，我就不会让人现在这种下场，连衣服都破掉了。我决定以后都要节省钱。那就用走了吧。